看这一题哦。这边叫做对数方程式。我们一般来讲都考大家对数列，什么叫方程式？我告诉你，这两箱的需求是 ax， 对吧？ OK， 那老师讲过怎么算？老师讲的对数方程什么？都讲过后，喜不喜欢 log？ 不喜欢。他们 log 可以改成什么指数？怎么改？有没有印象？老师教过你，log 以二为底，八等于几？三，有没有讲过？有，老师讲过，看到 log 怎么改成指数？把底下怎样倒过来念？有没有印象？底下是几？二，几次？三次，等于几？八，把倒过来念就好了。底下是几？二，几次？三次，等于几？八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说一样，这题怎么做？把倒过来念，对吧？把倒过来念，这样行不行？然后倒过来念，底下是几？四分之一，几次？负的0.25次，会等于几？x 是不是叫？底下是几？四分之一，几次？负的0.25次，快点起，四分之一。好，开始化解。麻烦你直接把 x 算出来，好不好算？不好算，真的不好算。来，第一个，四分之一是二几次？负二次。好好好好，很好。你喜欢0.25吗？0.25是几？负的四分之一。OK， 这写到这边，各位同学。次数对次数内外相乘，负负得正，二乘四分之一，二分之一。OK， 那二的二分之一是算出来就是几？根号二，是不是出来了？很难，有吧？OK， 把这边看一下。OK。